我们正常说，好了，让他来。然后他嫌弃他了。你看我的马好帅哦！刚才你看我的马，你看我的马，我的马帅吧？你那小恐龙，哎，我闪攻，哇哇，这关海哥要死了。Henta kill! Henta kill! 哎，你们要不要FF 啦？你们要不要不能全屏，不能全屏。不能全屏啊？对啊，不能全屏，只能按 Y 打招呼。可以按抱歉。什么抱歉？那怎么 ？Sorry 啊，这样子啊。对面看得到。啊，这一路就给你了，我是中路。给谁？嗯？给你啊。哦，不，我认错人了。我在这路有屁用？你有两个孽宝，没办法。哎，我来救你啊，刚才。啊。不会啊，刚才你在这很狗啊。哎，刚才你的蟾蜍超痛，你一定要丢。蟾蜍超级痛。Q 也蛮猛啊 ，Q 是那个持续伤害还蛮强的。Oh shit! Oh shit! Oh oh holy! Oh.我送头了，这穆拉丁会晕人哦，他有一招 Q， 有一招锤子会晕人。马上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干！啊！哎，很多个，很多个。我应该不会死。有，对面送头了，一换二，赚翻了。这个贝特也太强了吧！勾肥型鱼饵。你是赶时间哦。哎，我来勾人哦。好，来吃啊。大致的晚点来吃，因为第一个夜晚总是特别漫长。说生气都不会少饭肉。吃得掉吗？哎，他要吃哎。没关系，上路三只哦，碎诺瓦。诺瓦牺牲小我，我去抢对面的，去这边。因为，吃完下面这一百啊？不会，60。哎，刚才你守下路，你就压线。不用，下路有巨，下路有那个有巨魔。比较强哎。选择天赋。我们要骚扰他们。太阳出来了。有一百的吗？我干96。哎，救我！我可以咬人哦。哇，这个晕！我好强哦！哎，还有哎，还有一粒哎，那边还有一粒哎，哪里还有一个？我去哪？下路哦。
哎、欸，等你，我拉拉过来啊。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来吃来吃来吃这个。快救他！有我们上十等了。好、哦，我屌勾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想说你会杀死他，我就没有勾他。我要吃人哦！您是赶时间哦？啊！点僵尸哦！机不可失，我可以拿这个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，拿这个比较赚。哎，我吃到假的啦！王八蛋！有，拿这个拿这个。我怎么知道那个是假的、啊？他有在攻击我啊！我的仆人很快就要回来了。哎，真好！我要躲进去啊！断他断他！哦，这个神大，全是对面的，那个。钢带收头。有巨魔了！哎、欸，我去开哦，钢弹我开，钢弹我开，特别会开钢弹的。去吧，采收敌人的尸体。让巨魔拆就好了，我们吃这个。他们都听不到、啊。哦，刚刚讲一下。哎、欸，吃肉，吃肉。哦，干。啊、没关系，你推掉去中路，不用理我们，这个今天超赚，啊去中路加速，对，中路怎么不能走？不用理他，凯莉根会晕你而已，还有那个牛也会中你，你可以放种子就直接走掉，不用事后不理，对，去下路，换下路，对，不用理他们就。就一直等你中的 CD。有啊，这个我还蛮会玩的、啊，这个鲁王。哇，托里斯要挂了，刚才要挂了。嗯，哇哇。哦，这边巨魔升了。这边巨魔只要没有拆的东西就是亏。你可以一直拉巨魔，哎、欸，收那个巨魔，骚扰他就好了。半血啦，那巨魔玩的好烂哦、喔。可以不用理他。哇哇哇！
我这哦，那差一秒。你看到吗？我不会动啊。对啊，虚空老龙超雷。哎，对面超烂的，对面的操作。哦，巨魔一个神晕。对对对，对面真的超废的。哎，我们的又花又好了，我换我超换我超。啊，跟你玩。可是我没有那个花的时候，我还蛮废的。嗯，好啊，反正你俩要回家了，给你空好了。好，我先把中路点掉。啊，这个凯利根。点不掉了。我被烤死了。没问题。哎。那我也死掉啊！会刚会战的时候啊，哦，我去陪巨魔。我的仆人会收拾残局。我干，巨魔放生。但这也是不会玩，不用。快打吗？那招看起来很针对你哦。哎，这么好用。屌哥，承认吧，你喜欢杀人的感觉。再来一个，你都来了，特别有快感。快点睡觉。我操！滚滚！哎，别别别！怎么我好废啊？屌哥，承认不到我。他看得到你吗？没有，他刚看不到，他刚隐形的。刚不是隐形的吗？可是他没有指定技能啊！哎，直接爆好不好？直接 GG。他可以刮一下地板啊。CD 还没到了。哦，跳舞了，跳舞了。然后 GG，GG 哎，有台服的 feel 哦。G 啊！这种大声打起来就是啊，怎么了？